肘撑棒式，记得手肘的宽度不要大于肩膀的宽度，然后让你的手肘平行，食指张开压好，然后让你的腿一只伸直往后踩，另外一只伸直往后踩，肚子不要塌下去，肚子收，让你的胸口肚子收，然后肩膀微微的往前，眼睛看垫子的前方。停在这里，这个很累了，他现在已经在用力，大腿要有力，而且还可以边讲话，好强！记得肚子要有力，大腿要有力，脚要踩好，不要脚软软的，这样没有练习到，大腿伸直。哦，好厉害哦！慢慢的还原。再回来。那我们如果要瘦腰的话，做一些扭转。扭转除了可以减少腰部侧边的脂肪，然后也可以促进你的消化。那肠道消化比较好，也可以帮你代谢掉比较多的废物。所以我们做一点扭转的动作，双脚往前延伸，让你的右脚踩在左脚膝盖的外侧，地上的左脚也要挺直，让你的胸口靠近你的右边大腿。一个吸气拉长。吐气的时候，让你的左手抱住你的右边大腿，让你的右手在屁股后侧吸气拉高，眼睛顺着右边的肩膀看到后面，哇，这是背后的线条要好。五个呼吸之后回来换边，不知道你是这么结实有线条，以前都不知道。对呀，真的哦，然后慢慢的回来。好。